边的卡片。好啊，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轮到李博访李议员啊，李议员请发言，谢谢。时间40分钟。好，谢谢议长、我们郑市长、王副市长，以及我们所有的局处首长，跟我们在场我们的议员同仁、跟湖北联络人、跟记者媒体女士先生。首先，我要就教育市长，市长。桃园升级了后，桃园的所有市民以及全国的这个、咱全国的各管区，啊，拢伫看桃园升级了后，桃园是要安去改变。所以，这个改变的这个责任，拢落在你的身上。那我只能够说，市长担任直辖市第一届的市长之后，可以说是要承起要担起整个桃园市未来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再加上我们未来航空城的发展，那要如何让桃园跃升所有的国际的一个城市？那么，市长您的责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大。谢谢。那当然，博方是我们地方选出来的议员，那对地方的发展，对我们全市的发展，我相信我们都是共同承担的一样的一个重责大任。那么，我们只希望地方好，行政的作为赢，民意代表也赢，那么地方更是赢，那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跟期望。那么，所以，我今天可能要就整体的一个大溪的一个发展，跟我们桃园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被思考，而且可被推动的一个政策，作为未来市长在政策执行上的一个依据。对，所以，其实大概会当接受我的讲法吧。可以，谢谢。博访议员，我知道你每次总咨询都很用心哦，那个图表都做很多，那个，但是我想，桃园未来的规划，我们这一届真的很重要，要有国际格局，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即使不争第一名，也要争取唯一的特色。那么要让桃园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也是我们台湾的产业首都。能够加上很多很多的，比如文化生态，好，加上很多的农业，加上很多的特色，我认为这个不是议会跟市政府双赢而已，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那我想，不管是对大溪或桃园哦，都要从这角度来规划。就算我一年做不到，我一定要把这个发展的目标把它做出来。这样的话，未来的发展按照这个计划书一步一步往前走哦，我们终究会走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好，非常感谢哈，市长哈，你有按那些前瞻的眼光哈，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哈，去准备为我们桃园市哈的发展注入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那我相信，议会也绝对会支持您哈，在施政上所做的一个作为哈，在预算上谢谢我们绝对会全力以赴哈，只要是能够让地方更好，让桃园更好。我相信这个是议长以及我们所有议员哦，共同会去承担的一个部分哈。那我先就掉这个我们文化局长，请坐。好，市长，不过我还是要有一件事要赞美您，因为哦，在台湾灯会哦，说真的是我们桃园的骄傲，不是台湾的骄傲，把桃园的这个国际能见度啊，在所有全国的由灯会有史以来啊，展现最好的一次哈。所以这点哈，我想哈，这一定要再提出来说。那我今天讲这个议题呢，跟灯会也有一点关联哈。所以市长您请坐。好，谢谢。庄局长。哎。文化局这个的台湾灯会啊，在清汤园这一个剧场的演出呢，几乎是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焦点啊，是真的每一个人真的想去看这个剧场的。但事实上啊，都是能够容纳毕竟是有限的人的，那我们觉得他是成功的。但他的成功可以当作是我们在大溪文艺季的借鉴哈。那怎么说呢？我想大溪的文艺季呢，大溪有200年的一个历史。那么文艺季的部分已经被登录了这个关圣帝君绕境这件事情呢，变成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哈。但是呢，每年绕境事实上吸引了无数的一个观光客，而这绕境的一个活动啊，也将近1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所谓的北关公南妈祖哈，那么
大西光圣帝君的绕境啊，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呈现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大西又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社头，又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个历史跟文化的一个背景。那么同时在自然生态的部分，也是自然这个环境的部分，也是全国难得的一件的一个乡镇。但是呢，长期以来，我们关圣帝君绕境也一直都维持了最传统的一个模式。这样的模式，以现代的观点来讲呢，它是不是虽然它必须要维持，但是它也必须要有所改变。那么，我们木艺生态博物馆自从进驻了大溪之后，其实它承担了整个大溪未来发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两年来呢，木艺生态博物馆也确实开始做所谓的基础的调查，包含了社头文化的调查，包含了地方长民生活的一个历史资料的调查。所以呢，如果未来我们想把整个大溪艺文季推到一定的一个高点，那么比如说大溪的长民生活，大溪的关圣帝君绕境的这样的一个敬神的文化部分，是不是未来我们可以编一个剧，每年编不一样的剧，然后以所谓的清塘园这样的一个剧场的一个概念来呈现我们大溪长民生活跟敬神文化这一块，然后结合绕境的一个活动，把它推到一个高点。可定我想这是一个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如果将来有一天大家老的意思关圣帝君绕境可能是全世界人都要来看，可定你是不是可以当认同这个做法？这个剧场的概念哦，要先要有剧本，然后要有好的导演，所以我们今年可能会结合一些街角馆先来讨论哦，相关的这个社区剧场的一个筹设哦，因为我知道那个李议员很强调在地的参与哦，所以这个大概也是像张艺谋他们在做这个印象流传解像是在地的人来演自己的故事。那我们今年的试作会以巴德生态平潭公园在地景艺术节的时候先做这样的环境剧场的试验，那明年我们可以考虑在大溪来找适合的场域来试作看看。你好，局长，对着文化局局长，我想这清塘园以在地的规划下哈，推动非常成功。局长是不是讲拄只为着咱大溪好这老岁仔时的绕境活动？我们把文化局推到一个高点，是不是一样的一个概念也可以落实在大溪？大溪文艺季哦，有很多活动。那我想今年的亮点是百年的绕境，刚好是我们的社头文化100年。那我想这是有特色的。那以往哦做的就是像农特产品的展览，或陀螺的演出，或者是大溪的那个大溪桥，像去年做情歌对唱。那我想今年哦活动的亮点要怎么设计？时间也快到了，我们请文化局尽量的想办法，让每一年都有不同亮点。不过今年哈是这个大溪的这个县代表哈普济堂的这个绕境哈，也可以讲是大溪文化商的过年。那这个过年刚好是100年，那百年文化季哦，应该要把它办得更好。那今年我想，我们去年其实也有一些成果，比如说我们鞭炮放得很少了，哦，外地的阵头别让来插回啊，哦，这个都是进步啦。那去年因为下雨天哦，所以稍微下雨天哦，遇到下雨天，所以人潮比较少一点。那今年我想会非常热闹。那适合搭配哪些主题活动？我再请文化局跟大溪的木艺生态博物馆来研究一下。但是就明年的部分，看有否可能哦，变成剧场的这个概念哈，大家启动哈，来只是文化局来。我想请文化局研究哈。因为以上次办的剧场是那种比较属于哦老街的那个小型户外剧场，不是大型的啦。上次有办过，但是我想您指的像清塘园那一类的是大型的表演剧哦，那个可能要用到的地点要比较大一点。好，那就请市长要好好多做努力，好的。好，谢谢，请坐。谢谢。那局长你请坐。那么我想就教育这个我们这个经济金化局的张局长，张局长哈，
台客目去，你感觉这件代志安怎？是不是台客上重要的产业？是，它的历史事实上是非常悠久的，从过去的这个神坛呢、啊，那个神桌哈、哦，到现在发展出来新的这个。那请问一下局长，你对台客目去这个产业，你敢有啊？你努力过？你有没有考虑帮他们做什么？还要再继续努力。努力什么？我们在推广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是除了推广之外，今天很多的家具恐怕老师傅都已经凋零了，它已经不再是推广的问题。局长，你了解吗？是的，这里面有牵涉到很多的师傅他的凋零啊，那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新的新的一代来把这个技术来承传下去。过去的一些好的那个大器的这个家具，或者甚至于棺木，它都在这个油漆是非常出名的。这样我给你直接的答案好了。第一个，既然有这样的老师傅，老师傅认证的部分是我们应该要确认。对，第二个，因为今天整个木艺的生产有大溪的，有其他的大我们本国的，我们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是，但是国内国外的差异点在哪里？第一个是老师傅的精湛功夫，是，第二个因为是我们在地生产的，是，那么它在整个它的精致度，它的一个所谓的布料的干燥度，跟它的制作的品质，事实上跟国外一定有一定的差异性。是的。所以，如果老师傅你不认证，如果我们不透过认证制度，把所有的国内生产跟国外生产的去做切割，那对不起，大溪这样的一个木艺产业，未来一定会凋零，一定会没落。是的，认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然后借着认证制度呢，也可以做这个新传的这个工作，可以做技艺相传的一个工作。好，所以讲起来，对台客木器的木艺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木艺生态博物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单位在我们大溪，所以呢，包含着木艺师的认证，包含着在地国内生产的家具的认证，包含了我们在这边办理全国家具的论坛。办理全国家具的一个比赛，那都是推动我们把我们大溪木艺家具的这个地位推升到另外一个高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是的。所以决定，这代志不是你的代志，这代志嘛是你的代志，更是我们文化局的事，大家一起做。所以呢，不管是你也好，我是希望你能够跟我们文化局好好的去检讨。好好找我们大溪的相关的业者来讨论大溪木艺家具何去何从。那也为了这件事情，博方去推动我们大溪的至善高中去成立木工科。那也就是说，我们木艺师所担心的接班人问题已经有着落了。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延伸，我们的教育局、我们的国中、我们国小，都可以去透过。认识大溪木艺产业的一个产业，认识大溪木艺产业，来再次让我们的从根本扎根做起，然后再推到一个所谓让大溪的木艺生产、木艺家具，结合了创意、结合了设计、结合了它的所谓的技艺的传承，然后推到一个新高点。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行政单位可以这样子用心的话。必定可以让我们的家具，我们非常乐意跟文化局、跟教育局一起来合作。好，那个我想我们高局长应该也听到了哈。好，那个那个张局长会找您跟文化局局长一起来讨论大溪的木艺发展。好，那这需要你们三位共同努力的地方。请就安内赛不？可以哈。好，产业哈，现在就是老师傅哦凋零，那新的一代还没有接上来。所以这个产业聚落的集中度不够，所以我想我们不是只有做博物馆，要把它产业化哈，要我想包括像至善高中的木工科啦哈，是全国唯一的。那我想这一段哈，可能我们需要在木艺生态博物馆从文化面向保存之外，产业面向可能还要再加强，让大家到大溪不是只有买神桌，也要可以买传统家具，也可以买木艺的各式各样的产品。好，谢谢市长这样的一个说明哈。也希望我们三位局长哈能够多做一些努力哈。市长，您请坐。好，我们三位局长请坐。那接下来我想就在我们管理局杨局长哈。葛定，请。自我一年将近380万人的游客到咱自我，但是我们慈湖目前只收一个费用，叫做停车费。那这样子，
这个收费呢，事实上从使用付费的原则来看，它是一个必要性的。可是呢，从所谓的我们今天到所有的包含的野柳，包含的垦丁，包含的我们今天到大陆的任何观光景点去，收钱是收比别人较凶的，咱起来给有够仁慈。所以呢，如果未来慈湖，我相信绝对不止于现状而已，因为你要把慈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慈湖改变了什么？结果最后答案是慈湖一成不变。那么最近当然有一点改变，在您上任之后，把整个慈湖的卖点，增加了，让慈湖游客停留时间变久了，同时你也要推动所有的夜间的一个旅游。那么相信慈湖在您目前的规划下，势必可以把慈湖再往前推一步。不过这样的能量，事实上我个人是认为不足的，包含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这个前湖的部分可不可以做喷泉？可不可以做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水上舞台？可不可以做其他的设施来让慈湖的可看性更高？那我所以我主张慈湖收费，但是怎么收费？第一个，桃园人优惠；第二个，当然在地人是免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挹注，来建构让慈湖建构成是一个更具有可看性、更具有国际高度的一个观光景点来讲，我想这是我们慈湖未来要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是希望这个局长会后能够好好去就这一方面跟市长做一个报告，是他的一个必要性。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我们去建构未来新慈湖，这才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可是你有一个安尼，是不是你的看法？是没有错，因为慈湖的未来长期发展哈，还是要导入到付费的系统哦。那只是说，目前我们的慈湖已完成的是第一阶段的改造，就是诚如一座刚所说的，我们让它的周边服务已经慢慢的丰富起来了，不管是吃的、喝的、购物。那我们希望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改造，也就是创造新的亮点。这个新的亮点呢，包括展演的技术、展演的表演哈，像这次的台湾灯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大型的展演可以带来人潮，大型的表演也可以带来惊叹。所以未来我们想第二阶段呢，我们也会引入到一些展演的活动进入到我们的慈湖这个场域里面来。那同时呢，也希望展演的时间也能够到晚上，让它整个活动的空间可以从白天一直延伸到晚上。当然，你把这些周边服务、这些展演的主题都建制好之后，这个时候引入到收费系统，那我相信来的游客都非常乐意付钱。好，这个是我们大概发展的一些步骤。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后续还要继续投入的，我们一定会请一座继续来指导我们。谢谢。好，谢谢杨局长，请定。都讲我讲一件代志，先讲吼，毕竟我们市政府的财政预算是有限。那如果说可以透过一些合理的一个收费哈，然后透过这样的收费重新去建构我们的地方的一个发展哈，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所谓的一个付费原则，同时也是让政府在有效的资源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最好。其实你是不是让董毅都要杨局长安尼一看法？其实石门水库也有收费啦，对，那它会带来这个游客也会。使用者付费原则其实是应该确立。那当然慈湖的特殊性，以前没收钱，那是不是要着收清洁费哈等等哦？那个管理局其实有在规划跟思考。那我想慈湖的旅游品质仍然需要提高，我们的那个服务区的多元性、丰富性要提高，因为一年两三百万个旅客哦，那么小小的游客中心其实还不太够。那能够有增加哈。比如说餐饮，比如说增加表演等等，这应该是一个方向。我想收费案把它列在整个这个园区的重新的稍微扩大一点没关系，只要它的建筑形态跟原来不要不相容，它建筑形态跟原来是相容的也可以考虑。那后慈湖的部分，后慈湖本来就是一个管制区啦，它要每天都有这个总量管制，那应该是会处理的比较好。那前面我们没有总量管制，那但是我想收费机制请我们这个管理局研究好再上路，好不好？好，谢谢市长这样的回应。那接下来我想我还是要就教于这个管理局，因为在慈湖后湖这一带那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是百吉林荫步道。
那么以及旧的百吉隧道。那百吉林荫步道呢，几乎是吸纳了我们很多大溪也好，或者桃园市的非常多的市民啊，这个因为它步道的一个难易度啊，是适合老少，几乎是老少咸宜。所以这样的一个步道呢，应该是我们桃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道。再结合它周边的一个环境条件，包含了慈湖，包含了后湖，包含了这个石门水库，阿姆坪等等地方啊，所以这个步道，而且中间它的步道串联性又很高，所以这个步道已经变成是一个中继步道，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步道。但是这个步道问题来了，它是什么？它是道路，它不是步道。步道是因为后来我们新建了新的道路之后呢，这样的道路被这个停止使用，而变成我们今天的步道。但是因为这样的步道有这么多人，可是因为它是道路，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注入一些相关的设施，包含了休闲设施或者运动设施。所以这样子无形中让这个步道它这样的功能性呢减弱了。如果我们可以增设运动休闲设施，那势必可以提升这个步道的品质。所以废道部分已经变成是势在必然。所以我是希望这件事情我们能够重视。同时我们的旧百吉隧道呢，我们看到里边目前有台车的一个设置，而这台车是什么呢？是早期大溪的樟木煤矿透过这台车的运输，那目前是一个历史的轨迹。如果我们可以在百吉隧道这样旧的百吉隧道，目前它里边非常干燥而且非常漂亮，那也可以吸引更多游客进来。如果我们可以把旧的百吉隧道彩绘成时间光廊，那么势必可以把大溪的过去历史用台车去做一个呼应的时候，那也一定可以再创造整个包括的百吉步道、包括的旧百吉隧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光环。所以在这边，我不知道局长对这个步道、这旧隧道跟步道您的看法如何？是这个旧百吉步道哈，是我们通往后子湖必经的行进的一个步道。那么同时，它也是在地居民哦，这个早上来这个地方健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步道。那我虽然现在已经是禁止车辆进入了哈，但是如何能够维系整个步道的这个安全性之外，还能够增加行走的乐趣，这个是未来我们也会发展的方向。那我们也希望结合旧百吉步道跟百吉隧道能够一起联合起来，连通我们的后池湖，变成是一个完整的游程规划，这是未来我们会在做的。那当然刚一座所说的增加这个所谓的这个旧百吉隧道的这个可看性、趣味性，比如说彩绘，比如说现有已经有一个台车的装置了，那另外再加上一些互动式的装置、趣味性的装置，甚至一些游戏性的装置，我相信这都是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我们会把它纳到一个整体的规划里面，结合后池湖一起来规划。好，其中都叫共进人的委少，其中应该是非常熟悉。对，所以为了让我们整个桃园市市民哈，在整个休闲的部分呢，可以提升它的品质。对，所以这百吉步道哈，这段闸栏这段哈，咱内底伫行这段也废道，只有透过废道的程序哈，那么才能够去建构相关的运动跟休闲设施，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市长也指示我们相关的局处，包含了百吉隧道，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如何让它变成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新的亮点，好，其中安内请协赛，这个建议不错。那刚关旅局长回答是说，旧百吉隧道跟百吉步道连通到后池湖哦，那应该是成为一个休闲带。那百吉隧道这个旧的这个地址哦，它是比较有点潮湿、有点暗呐，吼，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加上彩绘还不够，要将照明或者要做一点点吼，这个比较好一点的设施哦，能够让那个大家喜欢到旧百吉隧道里面去看一看。如果要做大溪的时光走廊，那就是要做照片呐，或者是或者是那个什么样的装置在里头，这个我想要专案来研究一下那个。议员今天建立的方向，我们请管理局就这方向来好好研议一下，要不然确实这个步道呢，基本上没人，这类隧道没人敢走。
好，就一定要把它活化，那才会成为往连通到百吉步道的一个亮点。好，谢谢市长，那就请观旅局哈，看还有需要其他单位协助的地方哈，再请观旅局来做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那么接下来哈，我想问的还是这个是最重要的，请局长请坐哈。我想就叫水务局刘局长，局长，你主管水务，那么相信你对大汉溪所扮演的角色，从过去的历史，以及现在，以及未来，恐怕你想的是想现在，但是在未来的部分，也许你想了，也许没有想。那么我必须要先说，大可坎溪的经济蓝海。那为什么讲大可坎溪的经济蓝海？我相信大可坎是大溪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名称啊。那么在泰雅语里边，大可坎代表大水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其实原来大汉溪是一条大水大的溪流，所以不是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早期的合影的终点就是大溪，也带动了整个大溪的发展。所以最早期的大溪，这些老街的立面，这些老街，这些商店，总共有多达四百家左右的中外的一个商店，那可想而知大溪早期的繁华。但是时至今日，石门水库兴建了之后，大汉溪逐渐的枯萎。那么大汉溪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功能，也就是运水的功能，也就是我们每天桃园市的市民所喝的水就是大汉溪的水，到板新水厂，然后透过水厂再送到我们家户来。所以大汉溪目前的功能只有基于此。那我个人觉得说，我们事实上我们对不起大汉溪，因为过去它为我们创造了整个大溪的发展，而今日我们却让它变成是一个所谓的露骨的溪，非常坎坷的溪，那对大溪是不公平的。所以局长，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呢？百分之百认同。 OK， 好，局长你请坐。市长，这几年你上任了后，对，你对咱整个大溪的建设，上门水库的建设，你推动非常非常多。我相信市长，不管是你上任了后，我所提来争取石门水库的活化，对，那局长也在经过你的指示之下，那么向我们观光局去争取的3亿8千万的预算，准备推动整个石门水库的活化，跟让石门水库重现风华。那这中间也包含了未来这个南苑北苑热气球，也包含了我们的一号沉淀池，西周一号沉淀池、二号沉淀池、三号沉淀池的一个改变。那这是观旅局在之前所做的努力。那么观旅局努力了什么呢？也努力了我们大溪桥跟这个景观电梯，那也努力了什么？中正公园的癌线步道。那么文化局的部分，我们建构了木艺生态博物馆在整个老城区，也就是要让整个老城区回复成老街区。那么同时最近您更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推动了山珠湖的生态休闲部分，那么在串联我们叶梅的生态休闲农业区。那么同时你也想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山珠湖建构一个所谓的人行跟脚踏车的吊桥，那么贯穿大汉溪之后到达了对岸的中庄调整池。中庄调整池在106年完成之后，将是我们全桃园最好的自行车的步道区。然后串联在直接往南延伸的时候，就到达了我们的大溪的和平公园、大溪的和平生态湿地。其中再稍微建设，对金国大溪、对金国桃园来讲，以及金国大溪甲桃园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未来。
那么同时对于我们未来整个航空城的发展，吸引更多的游客，大汉溪这些所有的建构变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而且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指标。那么同时大汉溪贯穿了新北跟台北，那么但是我们时至今日，杨教授请坐，市长你也请坐，当我论述完了之后再请市长来回应。那么大汉溪的有这么多的一个元素，这么多的一个条件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是过去的，是现在的，以及未来的。那么大汉溪的整治已经是绝对必要。为什么这样讲？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大溪的交通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说真的，我讲大汉溪的整治计划也不是为了解决大溪的交通，而是为了解决什么？为了解决我们桃园的未来。石门水库的运营，过去长期以来我们都从石门水库清运到台北港，清运到其他的外县市去，这样的一个清运增加的我们的所谓的运输成本，也增加了所谓的造成我们地方在清运的时候交通的黑暗期，然后影响到整个观光的发展。所以这样对大溪，对这些所谓的运营，它其实不是废物，它是资源。因为到台北港去，它填海造地，它变成新生腹地。那么大汉溪所产生的污泥淤泥，它应该回到大汉溪的一个本身，也就是说回到大汉溪的河域的两侧。那我想这就是还土于地，还到把这些土还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方向。所以大汉溪从后池堰到板新水厂这18.6公里的一个河域，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把石门水库的淤泥经过了大汉溪的一个堤防的施作，让石门水库淤泥放在我们大汉溪的河边的两侧，相信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河边腹地，创造更多的休憩空间，创造了更重要的所谓的合并道路，贯穿新北跟台北，那么让整个北台湾所谓的人口的重心的位置，透过这大汉溪的整治，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未来的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我想这样的一个概念，事实上是我们所要去努力的。那么同时，我们在建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汉溪的整治，我们做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交通；第二件事情，生态与休闲；第三件事情，让我们桃园市的市民，让新北市的部分的市民可以饮用到所有的最洁净的水。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汉溪堤防一旦施作了之后，那两侧住户的污水就不至于往河川去流，去确保我们大汉溪这个运水河道的洁净度。那我相信这是可以办到的。那么同时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河川整治，让我们整个大汉溪未来它要不要等同于第二蓄水库，经过这样的一个整治，我们把石门水库的淤泥清到大汉溪的两侧，增加石门水库的蓄水量。我想不管是从全球暖化的观点，不管是从桃园未来再发展的观点，石门水库的清淤不是中央的责任，是中央要对我们桃园市负责，要为未来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去负责。所以我才提出所谓的大科坎溪的经济蓝海，重现大溪昔日的风华。我想它的牵连除了带动以大溪的立场，除了带动大溪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建构去为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为我们北台湾的一个的所谓的北台湾民众的一个生活，跟桃园的一个航空城未来发展去建构这样的一个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那市长，请问针对大汉溪的整治计划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谢谢。由博访议员的咨询可以了解博访对大溪很了解，那也很喜欢，也有很大的期待。
那老街慈湖跟石门水库以外，大汉溪的整个清水绿带，这里的空域跟水域是最漂亮的。那以往哈，因为中庄蓝河堰跟中庄调整池还没有完工前，那么第十河川局很保守，一直不敢做比较大的规划。事实上，他只要把他的河滨道路做完，高滩地形成，那这里是最好的一个河滨公园，也是最好的单车的一个休憩的地方。那将来如果整个做完以后，可以从三鹰经过大溪到龙潭到石门水库，那这个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单车带。我相信哈，这个计划是很值得投资的。那大溪的观光不应该局限在慈湖跟老街，石门水库跟大汉溪哦是一个生态观光的亮点。那我想对我来讲，这个要跟水利署跟第十河川局要密切合作，所以我们才会提出上游的溪洲的转运站跟一二号三号沉淀池的这个改建为这个一个新的景点，还有南苑北苑的计划。现在下游这边哦，中庄蓝河堰其实是一个未来是台湾最好，除了圆山紫分洪以外，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利工程。它是活动式的水闸门，那如果一旦哈蓄水起来的时候，它会有大概11公顷的水域空间，所以大溪的那个大汉溪就不会说平常没有水，它的水域空间很大。那将来那里也绝对是一个观光亮点。那除了可以蓄水防洪之外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景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把大汉溪哦所谓的观光南海的策略重新定位、重新规划是很必要的。那我们水务局有做一个整体规划案，我们会按照这个方向，把这个河滨步道把它做河滨的那个道路做出来。不过呢，就原来的中庄调整池，还有中庄的这个蓝河堰，它原本的防汛道路，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水利署商量，把它留下来，将来是一个自行车的一个专用道。啊，甚至还没有做的部分，我们也请他们把它做得比较完整。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规划，是现在就在进行的。那希望明年这个蓝河堰启用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包括山珠湖也要明年也要把它进入实质施工的阶段哦，大概要330个工作天。啊，不过那边 对岸如果做出来的话，从这个月眉休闲农业区到山珠湖的生态公园，这个地带就串联起来了。所以以后我看将来我们的那个 U-Bike 一个要放在那个大溪桥头的停车场，一个放在月眉停车场，将来使用率一定会非常高。因为我预估哈，这个新的景点大家发现以后，会觉得这个脚踏车要在大溪骑脚踏车，一定是一辈子要骑过一次，体验我们的大汉溪的美丽的风光。那这个景点呢，我认为有很大的价值的空间。我希望我们水务局跟农业局啊各单位、观光旅游局哦各单位通力合作，把这个大汉溪的那个清水绿带的整体规划把它做完，因为这有不同单位在这里同时推动。谢谢市长。我想大汉溪未来一定会是我们桃园人的骄傲，甚至是我们全国的骄傲。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点亮台湾，更要点亮我们自己的桃园在地。所以这样的一个作为呢，是让真正的把大科坎溪的一个经济蓝海部分呢，把它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另外我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两河东河西各有一个污水处理系统，就大溪污水处理系统跟埔顶污水处理系统，这两个系统底下除了水资源中心以外，它有人工湿地，两边都有人工湿地。其实这个人工湿地也是很好的环境教育跟生态教育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大溪旅游，我们要鼓励哦，不要集中在老街，要分散到石门水库，到大汉溪流域的这些河滨公园。我认为哈，大家接近大汉溪的这个上游，会觉得这里的生态真的非常美好。好，谢谢市长。好，那市长你请坐。啊，我想关于局长哈，杨局长。班长，我想啊，这个千塘之都啊，一直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哈。不过千塘之都呢，有这么多的水域呢，确实没有发挥它最大的功能，可能是要请杨局长跟这个体育局我们的局长啊，共同来努力一下。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水域空间，不管是我们的海边，不管是我们的河流，不管是我们的堤防，
那么这样的空间，我想水上运动在整个不管是这个奥运的项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项运动项目，都有水上运动的一个产生啊。但是我们在水上运动这一块呢，事实上过去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棒的一个成绩啊，但是时至今日啊，这样的成绩已不复见了，因为我们在水上运动的推展的部分呢，事实上已经是有限的哈。所以呢，不知道局长您对这个未来，我们不知道您是由应该由您来打，还是由我们体育局长来打？是，我想休闲这一块我们会持续努力。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邱淑芬邱委员啊，邱委员时间40分钟，请发言，谢谢。谢谢议长哈，那我们郑市长所有的行政团队、各位府会联络人、各位媒体先进哈，那大家早安，大家好哈。那我想针对于今天的这个市政总咨询哈，我要先就教于我们的这个社会局哈。我想我们大家都看过这个一公升的眼泪哈，那一公升的眼泪它是在形容一个渐冻人。那为什么会用这个来做今天我要咨询的一个引言？就是说，我们长期要来照护的这些人，其实在台湾的这个人口数里面是持续的在成长。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卫福部有启动全国性的一个调查，预估台湾的这个失能人口，到今年将增加到77万人。那在2021年的时候会达到96万人。那桃园市目前领有我们的残障手册的有79245人，申请身心障碍手册必须要经过医师，然后社会工作、特殊教育跟职业辅导、评量等这些相关人员的一个专业鉴定之后，然后评估。像我们一般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大的话，他们可能因为岁月的一个催化之下，身体机能会越来越退化，但他们不一定领有我们的这个身心障碍的一个手册。所以本席相信呢，失能的人口绝对远超过于我们现在领有残障手册的这些人数。那我想请教一下，社会局在过去是不是有统计过家中有这个失能者，但是却没有领有这个残障手册的这些数据吗？这个没有领有身障手册的民众，我们目前是没有详细的一个数字。就是很多，其实比如以我妈妈，她其实她也是失智，她也应该是可以去做一些鉴定，但是她却没有去请理。对对对。那我想，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有病人全家落跑，会变成家里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我想身障人士跟这个失能者因为照顾的一个问题哈，会被送入我们的长照中心，哦，这个几率是很高。那长期照护需要的这个人数其实是应该要来增加，但是我们长期照护的这些专业人士哈，在我们桃园却未同步的来增加。2008年我们政府启动长照的这个10年计划，但至今仅能够服务我们失能的人口大概只有20%左右，哦，那所以我们桃园市在升格以前的这个社会局，哦，我们比较没有这么实实际际的去重视我们这个该照顾的一些长照的这些人口。在我们的老人福利工作里面，社会福利工作人数啊，哦，我们长期上是偏低的，哦，那在6都里面我们更是敬陪末座。从102年到103年度，我们老人福利工作的这个社会工作师从7个人减为5个人，社会工作人员5个人增加到7个人，专业人员从0人增加到4人。但是在其他6都里面人家都是2位数以上，但是在桃园却仅止于个位数而已。所以我想桃园市的这个社会福利工作人员要请问一下我们的局长，要何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个补足？跟议座报告，
确实在这个所谓的长期照顾上需要，它是劳力密集，需要很多人，也需要专业的，比如社工、护理人员，也需要这个照顾服务员的。那可是我们从个别的一个个案来讲哈，他要照顾的一个方式有很多，比如有需要照顾的长辈，有很多是自己的亲人家属在照顾的，啊，也有一些送到机构去的。啊，那机构也很多会请外籍看护工啦、啊、等等啊，哈，在照顾。那也有部分是居家请居家服务员在照顾，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从这个数据的统计哈，就来断定说这个服务的需要跟少子化的一个现象哈。那我想少子化的一个加剧，我们青壮年要来负担这样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责任，其实是相对的一个大。在2014年，我们平均6.3人要照顾一个老人；2025年平均3.4人要照顾一个老人；到2060年，我们大概平均1.29人要来照顾一个老人。所以，这个对未来我们的这些青年人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哦。我想面临我们的这个少子化的一个时代，导致未来青壮年养护负担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的长期照护是台湾目前所要面临社会福利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之一啊。那以目前全台如果说是77万的这个失能人口来估算的话，扣除住在我们的养护中心大概10万名的这些长者，那还有就是固有外籍的这些看护来照顾的这个家庭大概有22万，剩下大概还有40万的这些失能者，几乎就是由家里的不是配偶、媳妇，就是他们的子女来负担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重担。但是根据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他们所调查的一个发现哦，家庭照顾者每天平均大概要照顾14个小时，平均大概要长达照顾10年以上。那其中60%的这个照顾者可能有这个忧郁倾向，照顾久了连照顾的人跟着身心俱疲哦。近3年来，我们也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很多人因为照顾到心力交瘁，吸着病父病母一起共赴黄泉的这个悲剧。所以我想我们未来我们在我们的市政府里面怎么样来照顾我们这些失能的这些家庭的这些经济的一个负担，我想我们社会局必须非常审慎的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另外我还要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卫生局哦，我们现在有办理这个喘息服务的一个这个工作嘛哦，那平均大概每个月有多少人来申请？那喘息服务的对象，其实我们包括的有非安置机构哦在案的这个个案，然后还有就是65岁的以上的长者，那55岁以上的这个原住民朋友，50岁以上领有身心障碍的这些失能的长辈的。但是如果说没有达到以上这4项要求的话，我们能够申请我们这个喘息服务的这个社会福利吗？跟做报告。那我们桃园市的喘息服务，那我们在这2年已经把它推动到使用率会比较高。那另外的话，那个因为多高？就是那个数字，我等一下再补给易座好吗？因为我们今年还有得到那个中央的表扬，因为我们把这喘息服务使用率增加了蛮多的。那另外的话，那个一周刚才提到说，除了那四个规定内的民众是可以享受这样子的服务。那如果其他的民众如果来申请，也是可以使用，只是要付费。那费用怎么算？长期下来，他们负担得了吗？一周讲的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因为喘息服务的话，目前是让照顾者可以有短暂的休息时间，所以那个一方面的话，因为现在的裁员还有那个人力的关系，所以目前能够提供的时数也是就算是重度，我们会依照他的重度轻度，然后
他的轻重严重度，我们来分配他们的时数。另外啊，我想要来问我们的这个郑市长了哈，就是康健杂志哈，他连续16年的这个评选健康城市里面，2015年9月哈，以哪个城市能让人家哈安心变老哈为主轴，那以长辈的身心变化、健康、轻度失能、中重度失能、卧床跟生命最后的一个尊严善终哦，各阶段出发，那设立6个面向，总共24项的一个指标哦，分别就是我们的这个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社区支持服务、居家支持服务、长期照顾管理中心服务量能、住宿及机构，还有安宁资源。以2014年哈年底的这个数据统计，将县市哈区分为6都，然后本岛非6都的这些县市，还有就是离岛，总共有3组哈。那其中我们来检视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安老成效里面调查里面，在这3组里面，分别是6都是台北市，那非6都的话是嘉义市，那离岛的话是连江县哈。他们的得分数最高。那其中如果说非6都里面是以桃园跟6都里面是以桃园跟台南，那非6都是苗栗、新竹、云林，离岛的话是澎湖，得分数比较低哈，那表现比较不是那么 OK。 这次的这个评比里面哈，就我们桃园市来讲，我们社会局在老人福利里面哈的工作上，其实这是对我们的这些年长者，还有我们各项的这些工作里面，是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讯哦。那我希望未来我们社会局要怎么样来加强？我想刚才在讲日间照护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在桃园有2区哦，有2个地方哦，有2间中立、平镇、杨梅，加上今年新设的这个龟山哦，我们总共有6间哦。那日照中心，我们的郑市长有谈到说，希望就是1区1日照哈。那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哈，那我们现在在6都里面，我们评比真的是在后段班哈。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些老人能够最好的一个照顾？市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愿景跟规划没有？日照中心确实桃园发展的比较慢，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不代表说老人在社区里面没有获得照顾。所以他这个康健杂志这个评比，如果用这个指标，当然我们去年才开始做啊，也只做了几个，1区1日照很快会完成。那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指标，我们在社区型的服务上也做很多。那我想哈，当然他们是希望说用他们的指标来评鉴我们啦。其实在地老化、健康老化、乐活的生活这几个指标哈，我想我们就实质面去说哪些部分没做好，请社会局来加强。啊，不过媒体我认为他也要去沟通一下，让他们评鉴的指标是什么，因为这个有时候我看很多媒体在评鉴的时候跟实际的情况有蛮大的落差。那至于日照跟托老的这个中心哦，我想这个是蛮有需要的，我们尽快完成。好，希望你能够加紧脚步哦。那另外我想在朱县长的时代，在这个任期的末端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有2大一个重大的一个建设，当然那个时候是配合那个扩大内需的那个经费，在桃园有我们的艺文展演中心，在中立有这个青埔棒球场。那我想我们郑市长上任之后，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魄力，希望在我们的桃园设立一个市立图书总馆，那在中立设立一个这个美术馆哦。那我想就教于市长，就是说桃园市政府哈已经正式在桃园市立图书总馆哈选定落脚在我们的中正艺文特区的南平路跟新埔6街口哈，那临近我们的捷运绿线，我们的展演中心的 G11站这边哈，将以颠覆传统式的这个图书馆给人家的一个印象，以复合式的一个方式哈来结合电影院、文创商场，主题餐厅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来打造哈。目前我知道规划是说地下2层、地上8层，总楼板面积大概12,000平哈，
预计今年八月会完成这个专案管理，完成这个 PCM， 那还有这个设计建造，这个预算大概是8800万哈。那明年工程就会来发包，希望在2020年能够完工营运哈。所以我现在就叫市长，就是说我们看了哈，就是台中市、台南市他们有新建国家级的这个图书馆。那高雄市政府也积极在打造市立图书总馆，这样刚升格的桃园第六都，我们要跟人家拼建设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所有的市民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一个期待。所以我希望市长您说要以这个复合方式的这个用意来打造未来的市图总馆，例如是不是为了要增加我们这个到馆率，然后希望市长能够借这个机会让你说明一下未来规划的这个图书总馆你的方向跟未来的功能你希望定位是什么。我想图书馆有很多功能，不只是借书，不只是阅览，它就是一个文化中心的功能。那我想现在图书馆的经营方式确实也朝向复合方式经营，那中正艺文特区也没有电影院，所以我们预定保留个电影院可以做委外经营。那其他的餐厅的部分主题餐厅的部分是让所有来图书馆的这些学子能够更方便。那我想复合经营的虽然是这么说，它70%-80%的空间还是以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为主啦，我想这一点可能还是要先说明的。那就叫一下市长因为我们现在坊间也在听说同德五街、同德六街那边好像也有意愿要来盖一个这个电影院。如果说那边有电影院是成真的话，我们未来的图书总馆是不是还是一样照这样的一个规划下去进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商业型的电影院跟我们这种电影院的形态，它可以做功能上的分工，没有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大家都知道新埔六街跟我们的这个南平路那边一向路幅都比较小那车辆很多，未来这样的一个人潮带动之下，我们的这个些不管是电影院、商场或是图书总馆或是餐厅等等，势必会带来人潮跟车潮，对于这个周边的这些交通停车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来做规划？这个图书馆我的印象应该是改成地下三楼的那个停车场的设计，那以后跟我们艺文展演中心停车场它刚好使用时间不太一样，一个是白天一个晚上，所以停车场是要共同规划共同使用。那另外这边也有这个绿线捷运的基石一站通过，所以将来交通上的负担不如想象中那么大。那我想这个我们在艺文特区办的活动很多，所以我想大家已经很有经验了，那未来这个交通动线我想主要包括停车场管理要共用，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那就叫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说以电影院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用很多，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像哈利波特好了，它是因为畅销书然后去改编做我们的这个电影。那我们是不是未来在规划上面，我们是不是能从那个原著作的那个书然后结合电影，这样弄一个像一个也可以做像商场这样的一个展示或是促销等等的这些活动，有没有在规划？其实未来营运的方针 PCM 会做建议，比如说图书馆跟电影院可以搭配，比如说主题书展、主题电影展都可以搭配。那这个部分在委外营运的契约当中会载明说我们这个要搭配做哪些的活动。那另外像这一类型的设施呢，在新北市也有，新北市也有图书馆加电影院的，这没有问题。我看有些美术馆加上主题餐厅，也是希望说让所有的游客他也同时在这边可以用餐，可以更方便。比如说他花4个小时逛美术馆，他中午留下来用餐，所以我想这个设计都是让我们更市民更方便啦。因为我想我们桃园区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这个图书馆，但是很多大概都是借书，我们借书率其实算蛮高的，但是很多在那边看书的人几乎都是为了考试。希望我说你未来规划的这个图书总馆能够让民众去到那边可以很休闲的，然后拿起一本书来来看，
然后来结合附近的这些就是里面的这些餐厅，能够让大家让它的到客率，让它的使用率能够变高。那我想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六都里面也有这种仕途的这个总管，大家的一个巧思都蛮特别的。但是我们是希望我们在2020年营运可以对外营运，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你能够超越再超越，让市民能够进到里面是一个温馨的，是去了还想再去，到了还想再到的这个充分使用，可以朝这个目标吗？现在为什么会开 PCM 的这个标案，就是希望把它规划好。那图书总管的功能其实蛮多的，我们现在很多分管其实藏书量是比较不够，未来图书总管他的藏书可以让他在任何一个分管来借阅。你到比如说你在新屋分管，你可以借我们总图的书，这样的话会更方便。那总图本身的设计也不是只有书，还有视听，还有其他的活动，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文化中心。所以我想未来的图书总管也确实是一个文化人的亮点。我们不希望说各个分管都变 K 书中心而已啦，那图书总管变个大的 K 书中心，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图书总管确实能够发挥其他的功能。那它有好几个功能设计，我也请那个庄秀美局长来说明一下这个市立图书总管的那个功能发展目标是哪些。好，谢谢一周的指教哈。当然，我们对这个图书馆都会有非常期待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后来这个居上的一个后发优势哈。所以我们也参观了很多这个现在的，包括国资图还有高雄去年开幕的高雄市立图书馆几乎都是一个复合式的。然后影音的部分也占了很大的部分，电子书的借阅，甚至盲人区都有设计，还有一个乐龄的区，甚至我们在儿童绘本区也会设计的很舒适，让儿童喜欢去那这个包括你刚刚谈到说电影院的部分会不会冲突的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做这个功能定位的区分，就是市政府的这个电影院绝对是比较朝向是艺术电影跟人文电影的部分，而不是商业片居多那因为我们有这个桃园光影的这个营运的经验我觉得桃园日渐看这个人文电影跟艺术电影的人口已经非常的多了那我相信在全个整个市府的这个规划之下，而且我们参访了很多的图书馆，绝对会是会超越现在的。希望你能够超越了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哈，希望也是我们桃园未来的新亮点谢谢。那我想针对于我们这个你请坐再就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农业局我想我们的农民假日市集在去年的12月25号来启用我想我们市长非常体恤农民也希望给我们这个在地的这个这些农夫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但是从开幕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它的成效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我想当地人有在讲说市民无意逛，农民无钱赚，市府无成效。那我想我们希望郑文灿市长的美意是为了有效来减少食物在运输上包装上的这个过程，增加了一些耗损跟浪费，我们的在地消跟浪费那在地消费的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日渐形成。那国外行之有年的这个农夫市集其实在台湾各地方也都在蔓延，在成长，在茁壮。基本上我们的农夫市集是固定时间，在固定地点，由农民亲自来贩售的这种经营方式，除了能让农产品免除中间的这个大盘中盘的一个抽成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提供生产者跟消费者能够面对面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让农民能够了解消费者的一个需求，也让消费者在选购这个农产品的时候能够了解我们手中购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来源以及栽种的一个方式。不过现在碰到一个瓶颈，就是说这两天的这个农民市集，它两天的这个摊位300块，那现在农民就是市民去逛的意愿没有很高，所以变成负责摊位的这个农会，它就是一个农会两个摊位嘛，那两个摊位它租金是300块，
可是这些农夫他考量到成本，他觉得去那没钱好赚，他就雇工，哦，一天1200，两天2400，两天总加摊租的话2700块。但是他们在讲是说，有时候我可能共估，有时候我可能一天卖不到100块。我想我们农业局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每个农会负责两个摊位，然后把它作为我们日后考核的一个依据，也是日后申请补助的一个标准。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凭良心讲，大家还是配合。只是我想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哦，本来我们是一个非常良性、非常善意的一个循环之下，但是我们在这个北二高跟我们的这个介寿路的这个桥下里面，我们这个农民市集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有点变了调，因为客源不足，所以来摆摊的农民经常就是入不敷出，哦，那入不敷出之下，为了要争取经费，所以就不得不摆摊。那我希望说，如果说这个农民市集这个利益这么好的话，我希望替农民来请命，希望市长能够责成我们的相关单位，不管是我们的农业局或是我们的经发局，希望这个农民市集有它存在的一个实质价值，希望这个能够帮忙他们创造人潮，希望能够帮忙把这些消费者带到这边来。我想我们都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发挥，这个也是市长当初的一个美意。我不知道市长到现在已经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是不是有到现场再去观看一下整个这个运作，怎么样来帮助农民，让他们的东西能让大桃园市民能够看得到、享受得到。农民市集要get起哦，爱时间。那因为刚开始设立的时候遇到了寒流、下雨很长的时间了，哦，那我想农业局是委托农会来经营规划。那农会原来是想要说以这个我们在地的蔬果为主，但是那个我看了很多次，我看起来它的那个整体的那个货品的数量跟种类哦不够多样化。那消费者去市场买东西哦，那毕竟它可以一次性购足，一次要把它购足，所以它可能哦跟其他的传统市场那种丰富性哦是差比较远，所以我想。但我们原来的用意还是希望在地的生鲜蔬果可以在这边来贩售，那增加农民的收益，这个政策目标仍然要照顾到。我请农业局跟农会哦好好来商量促销方案，那也可以容许哦这桥下那个摊位可以多样化，摊位可以让更多不同种类的东西可以进来，那只要说它保障我们在地的这个生鲜蔬果一个比例就好了。那目前哦农会确实也比较不会行销，我这样看了以后哈，我们以后在规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委托农会来执行哦，农会的行销能力非常有限，好，这个是请农业局将来跟各个农会合作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农会的局限性，以养板也不啊，不养做行李，对啊，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也希望你的好意不要到最后变成成效不彰。其实我们哈，无论怎么说，我们用假日市集也好，或平常原牛会办让农民来摆摊，其实很多农民都会来摆。那也要鼓励消费者认识自己的农产品，即便说刚开始生意比较不好，我们还是要尽量推。哦，这个是这一开始我们就特别讲说，农产市集哦，刚开始生意不会太好，一开始目标就没有设定说，哦一就会很快的get起，不让你干单，爱洗干。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让我们的消费者市民可以直接买到我们自己在地的农产品，这个方向仍然要继续努力。那我们容许让它多样化不同的摊位来经营，那请农业局哈，再跟农会好好负责经营的农会好好鼓励，好好协调说如何做促销，如何让摊位多样化。哦，好，谢谢。谢谢一座报告一下哈。嗯，那个目前我们是朝向专区在做特色的发展啊。啊，现阶段呢，我们已成立了多肉植物的专区啊。那目前呢，花卉区啊，各种都会在继续成立。啊，刚才一座讲是那个300块那个问题是清洁费啊。
啊，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收费的啊。我们的停车场啊，因为对面的那个停车场还没有做好，我们现在就是马上就是在借用我们这个电信局的停车场啊。我们在每像这个周末跟礼拜天，我们要做母亲节的庆祝大会，庆祝会以及弱势团体、啊。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行销，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的农民市集。我们农民市集，我们现在目前是怎样？我们都给产销班跟农民自己去实际做，啊，做不起来的哈，我们是一直慢慢的淘汰啦。我讲了，你今仔日我们做这個，今仔日要很赚钱，无可能啊，因为这个市集啊，像建国花市等等啊，都是做了六七人，但是我们是有信心啦、啊。像今年我们的措施都全部在改变了，措施在5月15号，我们都做一套了。啊，厕所是最有标准的哈，啊，这个也不会发臭那种厕所哈。哦，好，谢谢。其余就是在市集里面哈，我们都会共同去找一些问题出来。我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是农业局每一个员工都是差不多有在现场在做指导等等。好，谢谢。哦，好。另外，针对于我们这个单项的体育哈，我想我们的局长哈刚到任哈，那我想我们桃园市哈体育会底下哈有70个这个单项委员会哈，那每个委员会都有主委，那我自己本人哈就是桌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哈，可是主委的任务哈除了单项体育的一个推动之外哈，最重要的哈就是募款，像我就经常要拿着这个去化缘，去跟人家托钵。希望我们的这些企业界，我们的这些支持体育的好朋友们，能够发挥他们的这些企业责任，或是对体育的一个热衷，来帮助各个单项。这个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我知道我们的郑市长其实非常有心哦，在成立体育局。那成立体育局的希望，就是我们未来很多的单项，我们都可以跟人家一较长短。像我的桌球，在我们郑市长跟之前黄局长的一个支持之下，现在有培训中心，但是我们也很努力。现在18青里面，我们12位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代表队，哦，我们就有2个，12个我们就占1/6。但是我想，募款是我们所有这些单项委员会大家共同的一个承担。我们想要推动。但是我希望我们的郑市长能不能帮我们这些体育界的这些单项委员会弄一个平台，在我在募款的同时，其实很多人说，可以呀，你们这样在推广很有心啊，那我们来帮忙你。很多的企业，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管道来帮助我们的桃园的这些体育发展，他们很有心，但是我现在就是要麻烦我们的市长，你要建立一个平台，让这些企业对某个单项，我们桃园其实有很多都非常好啊，很多不管是桌球，不管是跆拳道，不管是棒球，很多很多的单项，我们在各方面的成绩都不输别人，但是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可以好，还要更好。其实像我们的全中运，在104年度，我们拿到28金、24银、32铜，游泳38个项目里面挂蛋。105年刚比赛完的全中运，我们拿到44金、46银、46铜，但是游泳78个项目里面，我们的奖项只拿到1金、4银、1铜。如果说我们的这些企业，能够再帮忙一些的话，我们的市政府在这个游泳的单项里面，我们甚至我们在各项的比赛都很好，我们只要游泳的单项提升，我们桌球的单项提升，我们各好几个可以发挥的单项再提升的话，坐山望二抢一不是不可能。那我想我们几乎每年大概都是排名第5，所以我想郑市长希望我们能够发展为体育大事，不要让我们这些主委其实很辛苦。我知道你也很多的这些企业资源，体育局也注入很多的这些经费，
那要来辅佐各个单项，大家也都齐心努力，希望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成绩。但是碍于经费，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我希望为我们的体育界能够发声。当然，我们市长也有弄了很多的这个体育园区，但是我希望我们各个方面都能够一次都能够到位，不管是专业教练，不管是我们的运动场所，不管是我们的企业捐助，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建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出来。那集合我们企业，你要设一个平台，看是要给我们的体育会专门来用，或是我们的体育局针对企业他所要赞助的一些单项方面的话，我们麻烦你们把这个桥梁搭建好，让我们的企业的资源能够源源不断注入更多的一些心血，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在桃园能够永续的扎根，可以吗？好，谢谢淑芬议员的建议哦。那我知道你担任桌球委员会主委也很辛苦，那其实我当议员的时候我也当过排协的主委，那我也知道说当主委是要帮忙募款，那其实我们体育局成立以后补助已经增加非常多了。那么其实体育会的机制哦，本来就是要做企业跟这个体育的桥梁，原本的所谓的募款平台就是体育会，那现在我们各级体育会发展成为比如说政治人物兼任啊，所以就是要想办法来申请经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创造资源的单位。那我认为我们在体育募款平台方面哦，那么主委跟体育会的理事长仍然要负比较大的责任来担起来，那我们会尽量想办法去找企业资源。好，这个部分哦，因为70个委员会，那也不是那么容易，没说想赞助的企业固然有，但是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多，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只有体育这件事情，还有文化、宗教、慈善各个层面哦，企业赞助哦，他们会赞助一点点钱，那他们在自己选择他们赞助的对象，那我觉得也是希望能够让企业多赞助体育，这个方向我赞成，这个方向，这个我们未来体育会的改组方向哦，我想未来应该是朝向于整合更多企业界来支持。然后想，因为我们当主委哈，其实有个难处，当然我们是民意代表，有些人是因为人情来捐助我们，那有时候我们这样去跟人家化缘托钵，其实真的很辛苦。我想我们局那个市长，你也参加我们那个之前那个游泳会，他也在办募款餐会，都在办。为了不是个人，为的是让这些孩子有更好的一个发挥。其实哦，我们经费已经提高很多了，那就算市长出面，你说议员出面是托钵化缘，市长出面也是对企业界来讲也是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还是要让企业界认识到体育的价值，让他们主动来支持，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好。用市政府力量，这个不能强迫。那我希望说，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企业他去认识我们桃园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性，跟他们本身有一些人本来就有意愿，只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桃园的这些很多的单项啊。我也从法规上来检讨，看看能不能够说企业赞助体育也能够减税，就像赞企业发展职棒一样，那一般的体育的支出哈，能否给作为企业的减税项目，我来研究一下。那鼓励企业来支持体育，我想这个方向我是赞成的。我希望能够帮我们的体育人口哈，创造更多的一些契机啦哈。那我想感谢所有的这个团队哈，其实灯会的这个成功哦，是所有市府团队大家齐心合力，结合我们很多的这些民间力量、社会资源、企业的一些捐款，大家共同能够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大事哈。其实，在灯会之后，其实我以桃园人为荣哦。那我想这样的荣耀，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当然，郑市长很认真，勤走基层。也了解各地方的一个发展状况。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桃园区还有好几条的道路，我也希望说，在未来能够尽快帮我们督促，那小块溪的这个整个都市计划能够尽快顺利的来推动，把桃园市会发展的地方能够一步一步带起来。
那重大的建设，您很积极在推动铁路地下化、捷运的部分，我想我们大家都在引颈期盼。升格之后的第六都，我们希望能够不只是迎头赶上，我们还能够超越其他的这些六都哈。我想我对您有信心，对整个团队也有信心哈。那像我们议会，只要是正确的这个政策，只要是对的方向，我们也会尽全力的来支持你们哈。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加油哈。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好，谢谢。好，谢谢啊。早上有林志强林议员啊，李博访林议员，还有我们邱淑芬邱议员哈，都提出非常多宝贵的意见。那我们也希望啊，相关的局势哈，回去啊多加努力。那我们散会，谢谢。